piscina. Đi ra căn chín đi. Phía sau đây. Đây là gì ý chín mà? Ý chín đi mày đâm mà? Đây là gì mày lông đà? Đây là gì sao vun? Nghỉ lúc đâu mà? Nhưng mà đây. Được rồi ba. Thôi lắm ba. Ok.以后那个CC那路不够了，对，要14的路不够，这些车开了，它太多了。就跟上面的路了，跟上海一样。对，以前这条路没什么车。哎，以前这条路没什么车的，主要是过年后搞活，搞搞东西。
Cueva. Arriba aquí, a Huachi, chamemos aquí, a Hoy, que hace.今天你以后拍一点哦，手哦，那个夏天钓门虾的皮套，我打摆我都在问你了，你寻到我问你，你到虾子打子什么钓门虾子？有没有兄弟？啊？有没有兄弟？我还以为是一个兄弟嘛，兄弟。 是你的，应该是你的吧？我无拆开看物件，我若准是你的物件，你说以后寄物件吼，中文搭的，说迄个物件是啥物啦？我常常写英文，我若袂晓看。 其实不用微信上说，我的意思是纸条上写一下就可以了。不过写几个中文又不碍事。他们寄东西老是写英文，那你把中文也带上啊，省得每次都问说寄的是什么东西。他们就写几个中文会死啊？谁的？ 不知道谁的，韩国谁？对，他们有时候打印自己懂的东西嘛，就叫他把中文。这个配件啊，对吧？对呀，配件不配件，你什么东西你中文写上去啊？他不是要打印那一张纸啊？我的意思是打印纸的同时，你英文写上，你中文也写在旁边小字一点嘛，省得每次都问，有时候会忘记，又得再问一次。你本来要翻译嘛？ 你要翻译我得再用微信扫一下翻译而已。他们就写几个中文，又不碍事。是配件的，知道？那是不是？我每次要问你，那如果在纸上写上，不就不用问了？是不是？肯定是别人都要告诉你。对，不用告诉我，你纸上直接打，写在纸上，我也懒得问你，你也不用说。很烦哦。很烦。 那菲律宾人他看不懂中文，但是他你上面有英文啊，对不对？就但是关键我要自己知道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自己要知道你这个寄的是什么东西，省得我每次用微信查。Nice weather。他不愿意让别人方便了、啊，你菲律宾是看得懂啊，我们也得看得懂啊。 有时候自己的时候是自己好像心里有个底啊。对，他知道是，因为货运站会问我这什么东西，那有时候我一直问他什么东西，这不是麻烦吗？一直问，一直问。对啊，一直问，一直问。他不是打了一张纸嘛？我的意思在纸上你写上中文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我寄的时候不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光写英文，中文要写啊。反正你都要打印的，对不对？ 是啊，我这个也挺讲啊，但是他就不改，他就不弄以前。又不碍事，对不对？我等下去人民路，他不会，我也在做这家。老婆美好吗？老婆美好吗？在这里。嗯。你要充这台，我充这台，交给放心。
拉利现在已经不算好车了，它从那边下来，从那边下。这边吗？对。这不是你试用飞机吗？啊，没有，我还要买东西，那个东西还不够。好，有。我等你再叫一下。呀，这电话拍得挺大的。什么是要的？要的。老弟兄。嗯、哇塞。跟我一样的啦。天天吃药。跟我一样的啦。学习这个有代志，同学学钱的，你这里拿几只？本来学习无代志。